下半场的 battle 积分赛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去换一套 battle 衣服吧。我要 battle， 对，我不管了。我觉得我要为战队拿回来几个名额。因为韩庚队长全员晋级，所以不参与这场 battle。我们把剩余三队的队员全部请到舞台上，有请。Let's go。好，有请廖博。好的，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上场呢，为大家先公布我们这一次 battle 的规则。首先，三位队长要从各自战队中选出一位参加第一轮的三角 battle。 第一轮当中呢，我们会有三个 round， 音乐随机，顺序将由转瓶子决定，而参与了第一轮的人将不能参与到第二轮当中。第二轮呢，我们需要选出两位进行我们三轮二对二的三角 battle。 而我们这一次呢，由我们四位国际级的编舞师为我们进行评委的工作。每位评委在每一轮当中判出来的一票为一分，总共24分，24分拿到最多分数的排第一。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排出我们的一二三。第一名可以获得四个晋级名额，第二名可以获得三个，第三名只能获得一个，所以请队长慎重选择出战人选。我觉得挺公正的，哦，这个赛事是很公正，是由真正的编舞师、国外的老师来做这个评分。你只要分数以积分去达到最高分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救到更多的人。那么现在有请三位队长上台，选出你们第一轮要 battle 的选手。加油！棒啊，这次啊，加油！这次很好啊，加油！抢分最重要。现在确定第二轮，第一轮一定要是很强的。嗯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跳三 round， 不要用 B boy， 不要用 B boy。嗯，那我上吧，可以吗？你 OK 吗 ？OK， 我没问题。因为赛制是说要拉分数嘛，加分数。那所以就肯定是要拿最强的第一个出来，阿 K 肯定可以拿到最棒的分数。第一 round 的1v1v1，全能的是最好的。就是，OK， 我明白，我懂你意思，我可以第一轮跳趴第二轮做分。然后第三轮呢？我太想 battle 了，因为我要是能赢多点积分，就能多救点队友回来。毕竟，我那边是因为我才输掉的积分。第一段先拿手机 ，OK， 放心，第一轮一定会先拿一分。三，我知道他在第一轮没拿到分，很对不起我，他很内疚，因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必须要把他派出来，在1v1v1的这一轮先拿下我要的分数。第一轮也很重要，对，第一轮真的很难。我想第一个出吧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三个名额能够晋级的时候。有 battle 的机会，我特别特别特别想为队长去拿下这些分数。我是比较想第一个出，因为第一轮我们输了，我想赢回来。一对一这个赛规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出战的肯定是王炸。我站出来之后，选不选我不先不说，但是我觉得我很有义务，我有这个责任要站出来。那么现在为大家公布第一轮出场的三位舞者：无暇联盟阿 K、 修路梯三儿、易然装置冯正。冯哥不用讲了，上一年跟着 Seven to Sport 的时候把我干下来，我当时跳得抽筋了，你知道没有？还输了，这个时候来了，我好开心啊！是时候真正展现我的真正技术了。好的，麻烦三位舞者向前一点，我需要决定出场顺序。第一位出场的是冯正，第二位出场的是三儿，最后一位是阿 K。阿 K。
OK， 马上要开始我们第一轮的抢分大战，现场观众，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，再给我来点尖叫声 ！Let's go， DJ drop the beat， yeah， pop it， 冲正。Baby, you get
3, 2, 1。阿 K 进两分，三儿进两分 ，Round Three。李健，三，真的圈粉圈惨了，太帅了，已经不会有人说他像信，也不会有人说他像陈汉典了。他的本名叫李健，他会，这多厉害啊！那么第一轮 battle 结束，无暇联盟六分，修楼梯六分，依然装置暂时没有积分。第一 round 冯老板跟他们开始对上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就是他们风格不是一个路子。对面的风格都是那种哐哐哐哐，然后就大招哇。对，但是冯老板这边一直都，我喜欢冯老板也是因为他 popping 的这一点，就一直都是很巧妙，就很细节，就是很有质感的小东西。对，但是这一次会被影响到，我觉得是我出人那块儿出了问题。嗯。都见过了，是没见过了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就没有什么客观因素可以说。我觉得也是北京爷们儿，输得起，每一轮都尽力了。对，那老冯已经发挥很好了，但可能对面爆出来了，因为阿 K 是憋着劲儿了，因为他们全员淘汰，他必须得打回来人。Sonic, it just wasn't enough. Like his technique is good, but tonight.OK, definitely proved himself to be one of the best. 那么接下来再次请上三位队长上台，决定我们第二轮。